是还没有订阅一只阿远 YouTube 频道的人呢，记得按下订阅哦，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你好，是灰米啦。我呢现在在星光山的 A11， 然后呢接下来呢为期大概2到3个礼拜吧，都是韩国展，所以呢这边有非常多韩国的东西，就是包含韩国吃的啊，然后就是韩国的美妆啊，或者是什么 BLACKPINK 或者是周边什么通通都有。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身后这边有超级多这种 Pikachu 的那个这个站牌，这边是刚刚有，就是这边是江南，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江南站拍照的话，你就这样子拍，大家就以为你在江南咯。然后呢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穿的这件衣服， Oh my god， 这边居然有韩系的制服，我的老天鹅。而且呢不只有韩系制服，这边还有韩服的部分，而且可以在这边租，然后呢可以租韩服，也可以租韩系的校服。然后除此之外呢，这边还有这个韩系证件照，虽然之前我已经有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影片，不过呢这边就是也可以让你拍韩系证件照。然后呢后面身后我跟你们说，它店超级无敌多的，而且呢还有非常多很道地的韩国美食，所以呢大家真的是有空的话，周末不知道去哪里的话，大家可以来这边好不好，来这边逛一下，然后来这边就是品尝一下韩国美食。而且它这边有很多很可爱的小周边，我待会带大家去看。我先把衣服换回来，对，因为我待会就要走了。好，先换衣服。跟你们说， Oh my god， 这个超好吃，它这个里面是蟹肉，然后呢它还有加起司，这个超赞。因为这个在韩国就是你就只能够吃到就比较像什么香肠啊、热狗的，但是它里面是蟹肉棒，我觉得这个 Oh my god， 这很赞，很超推的。它有这种鱼板，然后还有 kimbap 也有，而且除了 kimbap 之外呢，还有那个年糕、冬粉。这个我二级的时候上课，然后我们有一堂课老师教我们如何做这个韩式冬粉，这个也很好吃。然后也有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豆豆杏仁豆，它很多口味，它这边口味大概有5-6种吧。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来试吃，你们一定会喜欢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惊讶的东西，就是居然有这个哎，这个是我之前上课的时候，就是我上下课，然后有一间面包店，然后它外面都是在卖这个，然后超多韩国的上班族下班后，他们都会去买2条，然后就是回家吃，居然有这个。这边有在卖，这个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是我最亏的，因为这个我觉得比较少台湾人会知道说韩国就是居然很流行这种吐司。对，大致上我就吃这些，然后金针菇他们在直播，对，比较好吃，就是韩国拍面，所以面包的面包的外皮也要做成，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我一个人。这边也有柚子茶，这个很好喝，因为我刚我头喝，蛮好喝的。然后这边有在卖一些就是韩国的零食饼干，然后你看后面那边就有那个很可爱的周边，然后这边是卖香蕉牛奶的，超多，然后有在卖什么泡菜啊，反正都可以试吃，药膳很多哎、欸，他还有在卖马沟里，就是马沟里就是韩国的米酒，就这边有在卖，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敢不敢喝那边。韩国米酒那个超好喝的，那个你配那个什么海鲜煎饼超赞，这边而且它很多种不同的口味的样子，我好像有看到苦瓜嘛，就是地瓜，本人超爱这间，这件的衣服也太辣了吧！就后面那一排的，这件我真的觉得太辣了，这件我真想直接带走。